亲戚家人，在这美好的时刻，我们再一次透过秦雨如敬拜等候，我们一起来欢迎神的同在，我们一起浸泡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，好不好？就在这个时刻，无论你在任何的城市，任何的地方，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，让我们再次来领受从耶稣而来真正的平安。也许在外面的生活跟步调是那样的快，节奏压力是充满许多的挑战，但就在这美好的一个时刻，无论我们或坐或站，找一个舒适安静的地方，我们将我们的心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，我们也试着将我们的眼目可以闭上，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也许我们外面生活当中还有许多要忙碌的事，要预备的事，也许你的心里也有一些担忧跟重担，但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放下这些担忧劳苦重担，我们单单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或许你在外面的世界习惯成为马大的生活，快速的回应许多的问题，面对许多大大小小的挑战，但就在这美好的时刻，是神为你预备的，我们可以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将我们的心毫无保留的来献给耶稣，也将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让我们的心单属于耶稣，耶稣也单属于我们。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，他就要来亲近我们，他赐下他的平安，赐下他丰沛的爱来充满我们。这时刻，让天父将我们藏在他翅膀的隐秘处中，在那里有从神来真正的安息，有从主而来真正的平安。耶稣所赐的平安不像是世人所赐的，在他里面有不被世界所影响的、不能震动的国，他要将这样的平安、将这样的祝福
充满在每一位他所爱的儿女的生命里面。也许你的眼目停留在许多忙碌的工作任务里面，也许你的心在外面的世界追寻许多快速的步伐，回应解决许多事上的问题。你是不是愿意再一次将你的心来交托给耶稣，让神将你的心与信心就像船的锚稳稳地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他是你的磐石，他是你的坚固台，他也要成为你在生命当中最大的力量与随时的帮助。将你的信心，将你的盼望全然放在耶稣的身上。今天我们晴雨如敬拜的主题是追求真平安，领受到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。经文上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好不好？让我们有一些时间整理我们的心、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思想，就像神的话说，将这些挂虑的事、担忧的事、烦恼你的事情，我们借着祷告、借着祈求、也借着感谢，我们全然的带到耶稣的面前。他要将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一个特别的安稳、特别的安息、特别从他而来的恩典跟力量赐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就有一点时间，我们来将这些心理生活当中的难处，我们全然的来交托给耶稣。就在这时刻，我邀请您，我们可以一起用悟性或用方言，借着祷告，将我们心中的这些忧虑难处，
我们来交给耶稣，他的灵在这里，他要释放我们全然的自由。他的灵在这里，他的灵要透过视频网路，他的同在没有限制，要来充满每一位他所爱的儿女。我们就单单来向他来敬拜，向他来祷告。全然的向神来扬起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生命全然向耶稣来敞开，让我们的腹中再次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他的灵，他的生命要来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是这样的毫无限制，是在不可能当中成就可能的事，是在每一个咒诅当中赐下他的祝福，在每一个干旱疲乏之地，他新的圣灵水流要来充满运行在我们的里面。叙利亚拉巴亚拉玛三达拉伊拉玛叙利亚伊拉玛三达拉伊利拉玛叙，欢迎你圣灵，我们欢迎你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，来到我们的职场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全然的交托给你。伊利拉玛苏鲁拉巴亚拉拉玛山达拉拉巴萨达拉拉巴苏嘟嘟，伊耶拉拉玛三地，伊拉巴萨达地，卡拉巴耶拉玛苏里奥，伊耶拉玛三达拉。在世上有挑战，但耶稣已经为了我们胜过了这世界，胜过你生命当中的这些挑战。虽然看似有大山小山阻碍在你的前面，但是神要为你来挪开，就在现在，他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眼光，让你看见神的恩典与慈爱一路与你相随。或许这挑战是大的，面对的困难是不容易的，但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也在我们祷告跟敬拜的时候，
看见这信仰生命的旅程好像一场马拉松赛跑，一开始起跑的时候，许许多多的人充满热情，充满信心，尽全力的向前来冲刺。一段时间过后，好像看见有一些家人，你的力量几乎快要用尽，也看到有一些家人，好像你前面的路不是那样的顺遂，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，路不是那样的平，你的心开始有一些动摇，信心跟热情也有一些消减，也有一些家人好像你几乎想要放弃，坐在路边，觉得你的脚好像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向前奔跑。这时候我看见一个很美的画面，就是耶稣我们所爱最美好知心的朋友来到这些家人的身旁，可能是第一杯水给这些家人喝，拿毛巾让你可以擦汗，拍拍你的肩说孩子，将你眼前的这些难处，你是否愿意交给耶稣？也有一些家人好像耶稣搀扶你起来，开始在下一段的旅程里面，耶稣陪着你，一开始是走，慢慢开始慢跑，继续的前往这下一段的旅程。从你的心中开始燃起了热情、盼望跟信心。似乎天父要对这些家人说，孩子，你不是孤单的，天父一直都在，他要成为你的坚固台，他要成为你的避难所，天父也要陪伴你在人生下一个旅程中，坚固你，扶持你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，从昨天到今天，一直到永远，他从未改变。每当我愿意再次回转向你，你话语成为我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你爱牵引我心，你话语苏醒我灵。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，天父，我愿意献上一切给你，谢谢你总在我彷徨时使我安心，你说你爱我超乎一切所有，我愿
将自己交托你带领。哦，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我渴慕你。你的爱如此宽阔，你拥抱温暖的我。哦，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主，我愿意将我生命献上给你，我愿心靠你，不怀疑。每当我愿意再次回转向你，你话语成为我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你爱牵引我心，你话语苏醒我灵。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天父，我愿意献上一切给你，谢谢你总在我彷徨时使我安心。你说你爱我超乎一切所有，我愿将自己交托你带领。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我渴慕你。你的爱如此宽阔，你拥抱温暖了我。哦，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主，我愿意将我生命献上给你，我愿心靠你。不怀疑，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我渴慕你。你的爱如此宽阔，你温暖拥抱了我。哦，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我愿意将我生命献上给你，我愿心靠你，不怀疑。再次用我们的心单单来向天父敬拜。每当我愿意再次回转向你，你话语成为我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你爱牵引我心，你话语苏醒我灵。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天父，我愿意献上一切给你。谢谢你总在我彷徨时使我安心。你说你爱我超乎一切所有，我愿将自己交托你带领。哦，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我渴慕你。你的爱如此宽阔，你拥抱温暖了我。哦，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主，我愿意将我生命献上给你，我愿心靠你，不怀疑。哦，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我渴慕你。你的爱
是宽阔，你拥抱温暖了我。哦，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我愿意将我生命献上给你，我愿信靠你，不怀疑。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我渴慕你。你的爱如此宽阔，你拥抱温暖了我。哦，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，天父，主，我愿意将我生命献上给你。心靠你，我愿心靠你。让我们将我们的心，将我们的灵，就全然的来交托给耶稣，单单的来信靠他，单单的来依靠他，全然的来仰望他。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需要你圣灵来充满我们，来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基利拉玛苏塔拉拉拉拉巴亚拉巴亚拉拉，基亚拉拉拉巴叙利亚拉巴巴巴亚拉拉，基利拉拉玛亚拉玛叙鲁罗，基利拉玛亚拉玛萨达拉拉拉拉。Yala la la ma yala basiru, yala la ma yala basand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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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 yala ba yand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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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yala m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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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la ba yala basiru, yala la ma shi.
次将我们的心来交托给耶稣，似乎看见一切忧伤流泪的季节，好像有一些家人，你觉得你到处碰壁，你觉得你宣示了许多的方法，没有看见事情解决，没有看见环境好转，好像感受到你已经没有力量继续的往前，甚至有一些懊恼，有一些后悔，有极大的忧伤在你的心里头。你是否愿意也将这不容易的处境，甚至将你的忧伤破碎的心来交给耶稣，看见每一个家人的生命就像一片落地窗一样，有些人的生命当阳光照射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充满着光彩，充满着温暖，但好像有些家人，你生命的窗被窗帘挡住了，或有些窗上有许多的灰尘，有许多脏的东西遮印住，以至于那个光无法透射进入你的生命里面。就在现在停留的时间，耶稣要为你来擦去这一切的灰尘，耶稣也要为你擦去你一切的眼泪，他要为你揭开这些窗帘。耶稣的光要照进你的生命的深处，也许外面的世人看你，旁边的朋友家人看你是没事的，好像你依然非常规律正常的过你的每一天，但在你的心里深处，你有许多的忧伤，有许多的压力跟重担拖累住你，以至于你没有力量继续往前。但就在现在，看见耶稣的灵要释放你，更新你，让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自由，好像有一个新的更新充满在你的身上，这些原本缠累住你的一个一个开始断开，你的生命的节奏不再是那样的
被缠累住、困住，而是你可以自由的来享受神的恩典。随着圣灵的水流，你可以大口的来呼吸，深呼吸，将神的爱、将神的同在带进你的生命里面。吐气，将这些不好的情绪、生命当中的难处、重担，现在全然释放，交托给耶稣。欢迎圣灵进来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自由的灵来运行，更新的灵，喜乐的灵，自由的灵来充满我。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自由的运行，更新的灵，喜乐的灵，自由的灵，来充满我。充满我，来释放我，来更新我，更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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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充满我。欢迎你，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全然欢迎你，圣灵，来充满我，来更新我，来恢复医治我。圣灵的同在里面，就是现在神厚重的灵就要浇灌在你的身上，更新你，让你有一个新的眼光，看见神的光现在照在你的身上，你的身上所反映的是神荣耀的样式。这个窗帘跟布幕已经拉开，窗上的灰尘，耶稣的宝血已经为你洗净了这一切。那些你所拘泥过去的一些挑战跟伤害，现在耶稣要来释放你，他要来医治你，让你生命的窗是洁白的，这可以穿透出、反映出神的荣光、生命的光、从神恩典慈爱的光、他圣洁荣耀的同在。
在就要来充满你。抬头来仰望耶稣，打开你的心，张开你的手，让你的生命全然来献给耶稣，献给耶稣，让圣灵的光毫无保留的穿透照向你的生命里面，更多的来充满你，更多全然的照射在你的身上，破碎的心神要来医治，忧伤的心神要来安慰，软弱的心神要加添他的力量，护卫保守你的生命。有一些时间我们就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，是神为你预备的青草地、溪水旁，是你心可以得安息的地方，是你的生命可以找着避风港的地方。耶稣是你的安息处，它是平安的源头，它也是我们生命与力量的泉源。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跟耶稣来支取，跟耶稣一起同在，享受这样的安息与平安。
就在这样的平安里面，你对神的信心跟盼望，在主的同在里头开始加增。下垂的手可以有力量再次举起来，疲乏的在这平安的同在里面，神再一次赐下新的力量，新的恩典在你的生命里面。好像神的话也要成为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照亮你前面的方向与道路。看到有一些家人，好像你对前面的方向不是那样的确定，感到一些怀疑。也有一些家人，好像你最近的生活跟经济失去了重心，以至于你心里没有安全感。好不好，让耶稣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牧者，成为你生活当中的指引，让耶和华以勒的主为你来预备你所需要的一切，持续将你的信靠放在耶稣的身上。现在耶稣要赐下他的供应，也要来指引你前面的方向。也看到有一些家人，好像在你的关系当中需要耶稣的平安，需要耶稣的爱赐下在其中。可能是你跟配偶之间的关系，你跟孩子们的亲子关系，看到有一些冲突，有一些张力，甚至有一些冷漠在你的关系里面。神是爱的源头，恢复关系的神。耶稣要把现在给你的平安也赐下充满在你的关系里面，无论是夫妻的关系、亲子的关系、在职场上的关系，借着耶稣可以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，还有特别是与这些家人、同事、人们的关系。好不好，你可以按手在你的心上，这些需要前面方向，在经济上需要失去了重心，在关系上需要神的爱跟医治的家人，我们就来向神来祷告，让神将这样的平安祝福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希卡拉拉巴库拉巴巴巴亚拉巴亚拉Ki y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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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 shu r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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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 la ba y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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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 y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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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 shu r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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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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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 ya la la ba ya la ba shu r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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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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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 y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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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 shu r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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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 la ba ya la ba ya la ba ya la la Ki y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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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 ya la ba shu r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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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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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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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 r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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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 la ba y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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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， 让天父成为你的供应，让天父成为你的指引，也让现在耶稣的爱要来充满在你的关系里面，释放在你的生活当中。他
他的平安要成为你在生命当中的力量盼望。好像也看到有一些家人在现在的季节里面，你真的需要平安，你真的需要力量。也许是你个人的健康出现一些问题，或者是你是陪伴家人在一些医疗的一个过程里面，神要将这样的力量恩典赐下在你的生命里面。在这个季节里面，看似是环境是不容易的，是艰困的，但是耶稣已经为你胜过了这世界，他也要把胜过世界的信心跟平安放在你的里面。现在来领受从天父而来的平安，从天父而来的医治，从天父而来的力量，要来充满在这些家人的身上。因耶稣所受的刑罚，你可以得着平安；因耶稣所受的鞭伤，你可以得着全然的医治。现在来领受天父的爱，天父的恩典，天父的医治，厚重的倾倒在你的身上。好像耶稣要来到你的生命，来到你的生活当中，说愿你们平安，愿你平安。他要再次将信心盼望你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加添在你的身上，来领受。因为他为你所预备的，将是你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你心也未曾想到。即使有些家人你觉得没有路走，但是在最困难最不容易的时刻，神要为你开新的一扇窗，新的一扇门。他也要告诉你说，孩子，在人是不能，但在神凡事都能。信靠他，依靠他，你将惊讶地看见他为你所成就的一切是超乎你所想所求。天父，主，我愿意。
将我生命献上给你，我愿心靠你不怀疑。哦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天父，我渴慕你。你的爱如此宽阔，你拥抱温暖了我。哦天父，我需要你。哦天父，主我愿意将我生命献上给你，我愿心靠你不怀疑。谢谢你耶稣，你一路与我们同行，你一路与我们同在。无论我们的生命在挑战的季节，不容易的季节，高山或低谷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不管欢笑泪水，你都是那样一直爱我们，抱抱我们，与我们同在的天父。主，你将这样的真平安、力量、安息封存在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的生命里面，带领我们的眼光、我们的生命单单专注于你。你就来高举我们，兴起我们，在这世代当中反映你荣耀的样式，在这世代当中为你来发光。谢谢你耶稣，愿你的爱祝福充满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。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